如果右边的人是阿拉丁神灯，可以实现三个愿望，你会怎么许愿？首先就是你右边的那个人是一个阿拉丁神灯啊，然后你可以给他，你可以今天就现在此时此刻或者今天吧，然后你可以给他许三个愿望，然后他必须要帮你完成这三个愿望啊。小袁，要不就改成左边吧。我右边。左边。左啊啊，是吧？是我先开始啊，是，对对对，那你就是给聪聪啊，好吧，对，啊，你先开始吧，我先开始，我给聪聪是吧？对，三个愿望，聪聪，我在这儿呢，你过来吧，你现在在我右边，我在你右边，嗯，就是我有一个心愿，阿拉丁聪聪，说吧，我会阿拉聪啊，阿拉聪，其实我一直你要先搓搓啊。搓搓阿拉葱，阿拉葱，完了泥搓出来了怎么办？其实阿拉葱，我一直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我想要一套房。行，好说，小事儿。不是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愿望太大了，然后也很难实现，所以就简单一点吧，就是帮我还房贷就好了。你那个还房贷日期是哪一天？日期到了，有三十，不是今天，有三十年，可以实现吗？你觉得呢？给他一毛钱打发了得了，一会儿给你发个红包啊！啊，红包，几百万的红包，就五块钱吧，五块二，好吧，五块二，表示一下心意，太多，大 C 啊，作为一个前辈，这样勒索后辈，我是看不下去了。他现在是阿拉葱，好，他不是后辈葱，好。第二个愿望的话呢，我就是希望，就是我今就是你们知道我最近脚指甲盖不是太好，嗯，就是掉了半颗指甲，然后就很痛，就是、嗯，所以我希望就是在这个 MC 上可以有一个人一直背着我说 MC， 有一个人可以吗？阿拉葱，就是只有神阿拉葱才可以实现，所以阿拉葱就开始现在想办法要找一个人，不对。对，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，要不阿拉聪帮我找一个人吧？我帮你找一个呀。嗯，找一个人可以背我场上的吗？对。那我觉得，要不然就不要喊我名字，我不是人。你是阿拉丁。要不就那个快乐无边的那个顺顺。顺顺，阿拉顺。昨天才得哦，前天才得的名字是吧？好吧，那我觉得现在就开始了吧。你也没问过顺顺同不同意，怎么会这么主动的了？这个名字都没听。神说的话都要注意，就都要他是神，我不是人呀。来吧。啊，然后第三个愿望就是，我希望再来100个愿望。你下去，你想的有点多了吧？是不是过分了？啊。OK， 我许完了。我觉得我好像一个都没办法帮你实现。已经实现了一个了。哦，实现了一个。已经很快乐了，对。对，好吧。OK， 谢谢阿拉聪。不用。你回去登里吧。阿拉 C， 阿拉 C 又出现了。阿拉 C， 阿拉 C， 阿拉 C 没劲儿爆。这样子，因为刚刚前面嘛，我就看了，就是在我们在后台看了很多，就是关于前方的那个精彩表演嘛。对。我不希望演出就此停下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要请求我这个阿拉 C 在待会儿那个彼岸花的时候让演出继续进行。怎么如何进行？就是在那个大孙唱分词的时候，你弹他一下脑门子。这个连神都会害怕的一件事情。然后你要准确的找到孙瑞的位置，然后咣当起来。就这样子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印度的神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然后在戴蒙唱分词的时候，你过去这样撞他屁股。哦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两个愿望。对，这是两个愿望，不能太贪心。选一个，不能太贪心。我就用两个愿望换。但是我跟他不在一组，哎，那我就要这样直接冲上来吗？对啊，有点太直接了。没关系，好吧，既然是神就只能满足你的愿望。然后第三个愿望，
就是、我能希望看到他们在最后 ending 的时候可以牵手，他们两个对，在 ending 的时候可以牵手，而且必须是那种十指紧扣的那种。OK， 你的愿望我已经收到了。对，我希望我的愿望能够达成。好的，我一定帮你达成，请期待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OK， 还可以啊，我许的愿望啊，还不错啊。嗯，我的愿望呢是啊，对，要先搓一搓阿拉婷。我希望你和大 C 等一下在彼岸花的时候，一个人怎么那么忙呢？一个人扮演沙和尚，一个人扮演猪八戒，你是猪八戒，他是沙和尚。然后呢，第三个愿望是你们现在在这儿表演一首《敢问路在何方》。你就这么喜欢《西游记》吗？是不是读书名著四大名著读多了？那我的第一个愿望想好了，阿拉丁啊，你就当白龙马。然后第二个愿望是敢问路在何方，就是那个加入我们的演出，对，加入他们的演出。然后唐僧是谁？你别忘了后面还有愿望。不，我本来想你当路，也不错。好，我还有第三个愿望，我没有想好。先表演啊。好，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。唐僧也没有，唐僧也没有，马呢 ？Toto， 唐僧，你是白龙马，我是鹿，你是鹿，那要踩你了，上马了，啊、那大哥就是悟空了。你哎，还没有开始，这个马不行啊，上不去。你挑着担。我牵着马，迎来你要牵着我，送走晚霞。踏平坎坷，乘大道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渡过艰险又出发，又。来来来，一起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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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大番春秋红霞，一朝朝酸甜苦辣，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很少，我被你们差评了，就是你要这样，对，大师兄被那个师傅抓走，哦不对，你知道最感人的是什么吗？被妖怪抓走了，好好好，是不是到我了？是不是直接到我了？好，我先搓一搓，阿拉什么？阿拉帽，阿拉帽，阿拉帽，好，好，首先第一个愿望，其实姐姐对你不是很了解。你先跟我讲一下你家房子是怎么回事。就是在成都嘛，我是成都人嘛。嗯。然后就是家里面有两套房，然后年代比较久远，然后就是那个要什么，所以就是那个房子现在是有点换成这个的意思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对对对，那你准备拿这个去干嘛呢？我拿去。再买几套房，然后当包租婆。哦，那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你所有的房子的价值，我要51%。这事儿你得问阿拉帽的爹妈。问题不大，今晚就给他的那个下单一个大富翁的那个旗子，有多少房有多少房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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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先啊，可以的，真的可以吗？真的可以。现实是真实的，可以吗？是真实的，可以吗？大富翁呢、啊？大富翁啊，当然可以了。对呀、啊，都没嗨。好，那我现在不是很开心，你给我唱歌吧。你会更不开心的。什么歌呢？啊？选一首什么歌呢？你这样。
开心了吗？开心了，开心了。然后你的第三个愿望是什么？第三个愿望是什么呢？第三个愿望没有想好。第三个愿望，一句话证明你不是王瑞琪。能不能说？我的胸没他大。没必要，没必要，没必要这么拼，没必要。然后，还有啊，我头发没他长，嗯，眼睛没他大。没有没有，你眼睛很大的。然后我脸比他圆，嗯，有点尴尬。好，结束，到我了是吗？嗯，我觉得我要对我们阿拉格格。嗯哎，稍微的温柔一点，对，不用，就是、其实，哎，先搓一搓，哇，这身材好棒，哎，你搓这个就知道了，真的好好瘦啊，天哪，嗯，就是首先呢，我觉得，就是月底了嘛，啊，什么？月末啊，对，没有啊，月初了，然后月初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对。嗯，因为我们五号才发工资嘛，嗯，对，然后就是最近就是，嗯，哎，跟我的经纪人谈一谈，没有，嗯，就是最近吧，妹妹我有点吃不起饭了，嗯，就一顿饭呗，没有，就是等了，就是什么时候呢？嗯，我想想啊，等发工资那一天才可以结束请我吃饭这件事情，哦，就每天都要请我吃饭。可以每天给他买那个大白面馒头，对啊，五毛钱。你不，但你吃什么饭由我来决定。五毛钱不行，我楼下的那个食堂，我亲自给你打，亲自给你端上来。那好像也可以啊。啊，也可以啊。对啊。哎，那好，很简单。对，我挺好养活的。满足。对，嗯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第二个愿望，嗯，就是没事，你尽管提。对，就是我。哎呀，不太好意思呢。没啥不好意思的。他现在都太现实了。我知道你是什么人。就是对我跳一段撩的舞蹈。干跳啊。音乐。来来来。Music。Music。痒。就。痒。痒。来吧 ，music， 那有音乐吗 ？music 音乐抓不得 beat， 对。为什么从这首歌看到夜蝶的影子？谁懂得欣赏他？有的那一片云中，值得值得，有人与之共享他。是绵绵一段乐章多，想有谁懂得吟唱他？有满满一路人，把我带走吧。两个人，夜蝶，风花雪月。算了，你给他们跳吧。好，跳完了，够长了。太牛，真的是现场感受到了阿拉格格的魅力。对，大家实在，我感觉大家吧，实在是有点太那个，就是现实了，而且太高估彼此之间的感情了。对，就 我觉得当猪八戒这个挺好的，没必要。没必要，对不起。好了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的愿望时间了，对吧，阿拉西？嗯嗯嗯，对对对，好，接下来的话请让我们欣赏。哦，你还有愿望？他还有一个愿望，还有一个愿望，就留下私底下说吧，就不告诉他们了。也好，可以悄悄的说。对，好的好的。刚才那个愿望还不够，你还不够劲啊？不够，差得远呢。OK， 我希望你们私底下可以稍微冷静点啊。可以的，我最冷静。好的，然后接下来呢，请让我们欣赏下一首歌《彼岸花》。